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博文。那今天看到画面上的这一位，就是我们新北国王的 Thomas。那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生涯影片？就是我直播的时候，有一位观众，他是希望我可以拍说在台湾打球的 Plusley 或者是其他联盟的洋将的生涯。那想要我看这个系列的话，也可以在这部影片下面留言说下一集的洋将想要做谁啊，然后把它做模组，尽量的弄得像一点，让它出来让大家看我的影片呈现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就废话不过多，我们就马上进行我们的汤马斯的生涯的 highlight 的影片吧。那大家都知道，在 Plusley 的前几周的比赛吧，我和那个汤马斯的表现呢、是相当相当好。那我在直播中有一位观众，他也是希望说，能不能就是来做个洋将这种来台湾的 NBA 的生涯，让看看能不能让这些球员在 NBA 有一席之地吧。那我要感谢这位观众敲碗这个系列，那我把这个系列取名为"台将生涯"好了。那如果特别喜欢这个名字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说喜欢加一；如果不喜欢的话，也可以欢迎留言说，这个系列要叫什么名字？那各位的点子我都会尽量的把它做成影片做出来。好，那今天就是算是一种介绍形式吧。然后比赛内容的话，我会再另外把 highlight 做出来。那今天的影片预告就先到这边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博文，那我们下一集的汤马士再见了，拜拜。